转身，拿呗，喜欢就拿个，喜欢看来，我拿呗。拿不也行。挺好的。老大。这么活啊！你怎么还逛夜市啊？哎，没办法，逼到这儿。这我没想到，怎么了？啊，不，没，不是，你怎么在夜市上了？嗨，那个，我妈不是生产内衣的吗？啊，我跟常瑞雪商量，想在这儿摆个地摊儿。啊，行，这地儿行，这人蛮多的啊。啊，还不错，啊，人还挺多的。那行。哎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改天再跟你详谈啊。哎哎，你看你看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行，第二第二。谁啊？刚才那个啊，刚才那就是我的老大，就我从小有四个最好的朋友，那是我老大。他就是你老大？啊，这有什么惊奇的？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呀今天带你啊去逛逛这儿最好的一个夜市，啊，逛完以后呢，咱们坐地铁，我带你看烟花。嗯，好，爸爸，哟啊，回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那个烟花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我觉得逛夜市比烟花更好看。爸爸，你逛过夜市吗？哎，坐。
安小莲啊，不是爸爸反对你交朋友啊，主要是爸爸呢是想啊，当然，一个人如果连朋友都没有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关键是爸爸啊，想看一看你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，啊，关心一下你的眼光怎么样。只要我喜欢不就可以了？啊，是是，首先得你喜欢啊。这人都分优点和缺点，对吧？如果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那爸爸这儿绝对就放心了。但如果他的缺点大于他的优点的话，这事儿得考虑考虑啊。可是爸爸，那怎么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？难道又用你的尺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缺点？哎，爸爸是那么不民主的人吗？我不会把我自己的喜好强加到你的身上的。那这么说，你的朋友都是善良的、可爱的人喽？差不多吧。如果我和你认为值得交的朋友交往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干涉，更不会反对？他很年轻吗？长得什么样啊？哎，那他家里边都是？爸爸。哎，是，我知道。你不会很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。哎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啊，如果这个人是真心的喜欢你，那我肯定不会反对的。真的，爸爸。爸爸，你太好了。哎，石莲，你不能给爸爸留个悬念呀！哎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早晚会知道的，放心吧。嗯。我的女儿真的谈恋爱了。在聊小时候啊，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八卦了啊。关心你嘛，老爷子，他已经答应和我一起摆摊了。他同意跟你一起去卖内衣。怎么着？人家大大方方的卖内衣怎么了？哎呀，他确实比舒心好啊。都能想象那个画面，我们俩人一起出摊儿，我负责吆喝，他负责收钱。我要吆喝累了呢，他就给我倒一杯水；他要是觉得无聊呢，我就坐那陪他聊天儿。我俩一起出摊儿，一起收摊儿。那日子。大叔，今天我过得很开心，我要狠狠喜欢大叔。
真挺甜的。我要狠狠喜欢大叔。大叔也狠狠喜欢你。大叔也狠狠喜欢你。大叔也狠狠喜欢你。他喜欢我。我走了，走吧，真走了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赶不上长途汽车了。走了。马之武呢？他这人经常丢三落四的。哎，这是……进来吧，雪红，先进来。玉雪，你真打算跟志武一起摆地摊卖内衣啊？对啊，可又不是没摆过。可你那是帮朋友忙啊，这帮朋友忙和自己摆有什么区别啊？瑞雪，你何苦？雪红，我就想换种活法。要是以前，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落魄。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不能老这么下去啊！每天不高兴，自怨自艾，我找点事情做，让自己忙起来不好吗？你要是我朋友，你就得支持我，鼓励我。被你这么一说呀，你们两个一起摆地摊都成了挺浪漫的事儿了。瑞雪，你确实在改变自己。哎呀，看来我这个媒人是做对了呀。雪红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是真心为你们高兴。怎么样？哎呀，乖乖，刨去这个当初啊买铺子的钱，每家每户还多了好几万呢，好几万呢！开心开心！这武大律师，开门，我志武。开门啊，妈！走吧，别走了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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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走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二爷，再坐会儿吧。来来来，行啊，志武，哎，我醒了啊。哎，来个橘子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三叔，再坐会儿吧。哎，下次吧。哎，妈，怎么我一来他们就都走了呀？你们刚才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案子的事儿？案子事儿你就甭管了。你这怎么突然来，连招呼也不打呀？看您说的，我是您儿子，我回来还要跟您预约呀。妈，案子的事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这不正打着呢吗？我能说什么呀？怎么回来还带一箱水果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求你这个老妈呢？嗯，妈，我想这回从您这儿多进点内衣。舒心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啊。妈，有件事我必须得跟您说。哎，喂，啊，国语律师啊，啊，稍等啊，那个志武啊，你把那个水果放厨房去。啊，我去呀。啊。放那，我去啊！啊！
桂律师啊，我真的是好好的谢谢你呀、啊，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呢啊！哎，好的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再见了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真是好人。不，你什么时候站这儿来了呀？妈，给您打官司那个律师，是叫谷雨吗？是啊。妈，你赶快跟我说说，你这个官司到底打到什么程度了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妈我啊，把这官司一定要打到底，我绝不认输。真是。姐，姐，姐，我是我。志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姐，妈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哎呀，妈有什么事瞒你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个，我充电器落厂里了，我得去拿一下。姐，妈肯定有事瞒着我，对吧？官司打到什么程度了？赔偿金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你怎么知道赔偿金的事儿？我又不是个傻子。我每次问到妈官司的事儿，她得跟我转移话题。她肯定是有事瞒着我。哎呀，她不告诉你，你就不要问，不就完了？不行，这事儿我必须得知道。你去你姐那儿了？您去找我了？她呢？她挺好的。哎，妈。妈，你帮我收拾收拾。来吧，帮我收拾收拾啊。妈，再过三天就该是我爸的忌日了。你还能记得？嗯，我忘不了。每年到这时候，我都会给我爸爸上柱香。妈，您还记得我爸临走那天说的什么吗？哎呀，那些都没用了，我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被冤枉的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被冤枉的！走，老实点！凭什么抓我？
们为什么不把事情去搞清楚？爸，志武，你别跟过来，爸爸把事情说清楚了就会回来的。志武，没事的。爸爸。这里啊，我找你半天了。我回趟上海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赶紧上车再说吧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赶紧。什么事儿？上车，上车再说。大家冷静，各位冷静一下。我们这次来也是想和你们好好的谈谈的。放屁！怎么个好谈呢？那是我们的铺子的，我们花过钱的。你要想收啊，一定赔我们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们也该为我们考虑一下啊！骗走你们钱的是毕富达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少在这装可怜，对不对？啊，凭什么呀？啊，你是欺负我们老百姓啊？我们不吃这一套。无理取闹！无理取闹！你说谁是教民？谁是教民？你说谁是教民？快住！哥，住！哥，干什么呢？快走啊！陆三伯，您听我说，您千万别激动啊！这个呢是丰泰的激将法，您一定要保持冷静，咱们千万不能和他们起任何的冲突。对，关于案件的问题，你们一概不回答。我现在就出发，你们等着。好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律师谷雨。你好，谷雨，我是马志武。马志武，你有事吗？对，有事儿，是案子的事儿。怎么，你也是来为贺铁军做说客的？谷雨，情况紧急，咱俩长话短说。这个案子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我妈的合同，我妈合同是修改过的。不是谁让你去的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是吧？你这不是瞎搅和我吗？哎，何总，这张经理也是没办法处理的下策。你看这接着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我？什么事都问我？要你们干嘛的？你这样，让丰泰的人先稳住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过激行为。这样是闹出点人命来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胡律师，你确定？好，我知道。怎么说的？贺总，峰回路转呐！刚刚法院打电话给我，说原告方谷雨律师已经口头提出撤诉，现在正准备提交申请书。什么？撤诉了？是的。这不太好了吗？是吧？妈。妈。妈。妈，我不是你妈，我也没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就问你啊，啊，你这良心给狗吃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妈，算了，你尽力了，大伙儿都知道。
我真的太对不起大家了，是我这没良心的儿子害了大家。志武，咱们刚搬到马崖镇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叔叔阿姨们照顾着你们姐妹俩来的？啊，给你们弄吃的喝的。是，你现在怎么就忘了那些年是怎么苦过来的？反过来你怎么就害了他们呢？我真没想到你啊。妈，您现在在气头上，我说什么您听不进去，但是我还要说，这个事情从根本上就是错的。乡亲们，你们可以恨我，是我马志武对不起大家，但是我不能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，我不能看着你们去犯法。是毕福达坑了你们，但是不能因为别人坑了你们，你们就去坑别人呐。少在这跟我们讲大道理啊！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你跟我根本不是一条心，是两条心。啊，你回到上海那么多年，你既然把这儿全给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，你这个大道理啊，谁爱听你就给谁取下去啊！以后不要再回我们这个马崖镇了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走，滚！我没你这个儿子了，我妈，滚！走开！你气死我了，你走。妈，走，滚！妈，什么妈的？你再别回来了，不是这个妈，我也不知道。妈，你别来了，妈，妈，你。妈。你先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顾宇，马崖镇的案子为什么要撤诉？消息够灵通的，谁告诉你的？哦，我也是无意当中听说的。顾宇，这官司打得好好的，干嘛撤诉啊？董金花，就是我曾经跟你说的那个马崖镇的积极分子，你知道他的儿子是谁吗？谁啊？马志武。啊？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在怀疑，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把我们几个串在一起？这也太巧了。是太巧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可是这和你撤诉有什么关系啊？难不成马志武不帮自己亲妈，反倒帮贺铁军？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最终让我决定撤诉的是另有原因。那是什么？马志武告诉我，在我接手这个案子之前，马崖镇的业主已经私自篡改了合同，本来商铺使用期限到今年年初就应该是结束的，可是他们竟然多写了两年。不是，这是马志武告诉你的？他说本想回上海后跟我当面谈的，可是没有想到海达和丰泰会提前赶到马崖镇，他如果再不把真相说出来的话，可能下面要打的就是刑事诉讼案。他傻呀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贺铁军不有的是钱吗？让他受点血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可他妈就血本无归了。哎，我说你瞎激动什么呀？血本无归是一回事儿，可做伪证是另一回事儿。马志武做的没有错呀。袁满，你的思想觉悟都到哪儿去了？就回来了。
先进去吧。怎么了？肯定没吃晚饭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我不饿。天大的事儿，饭总得吃啊，不吃胃怎么受得了？谢谢。哎，胖，我这个人说话也不会绕弯子。其实今天呢，我是想请你们家谷雨吃顿饭的。怎么，我替他代劳，你有意见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请你们夫妻俩吃顿饭。但是我又怕谷雨不领这个情。你赢了，他输了，他敢不领你的情？不是你，跟你开玩笑，我还以为你真生气了呢。不过今晚上吃饭你这脸色就不大好啊，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明白。不过说真话啊，你们家谷雨啊，虽说平时看着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挺那个什么的，但这回啊，我佩服他，我真心佩服他，所以我想，也不能让他白忙活。你说我是给他介绍几个大案子呢，还是说给他意思意思？你以为你谁呀？什么都拿钱说事儿？哎，我这是好意呀。不需要。是不是官司没打成，他回家又拿你撒气了？肯定是这样。对不住了啊，兄弟。你们家谷雨啊，是有点强势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女人强，男人就得比她还强。所以你这副院长的事儿，抓紧办，啊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嗯。哎，胖，这副院长的事儿啊，我也会想办法的，你别着急啊。谢了。家里没有别的酒了，这是烧菜用的。凑合了。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啊？要么说出来，要么大醉一场，别憋着，对身体不好。啊，我陪你喝点。Thank you.
委屈你了。你不明白，不是我委屈，我觉得是我妈委屈。我知道，当初你妈带着你和你姐姐离开三明厂的时候，我都难受了好几天。你爸不容易，你妈更不容易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当初带着我跟我姐离开三棉厂的时候，到了马家镇，日子过得我妈没苦我，有一口好的就给我姐和我吃。我妈没吃过一顿饱饭，